谢谢小薰的南瓜馅饼，谢谢小薰。忘记你的日文怎么念了。Hello。哇哦！今天不能跟到最后，为什么？谢谢 Rain 的许愿瓶，谢谢 Rain。真想成你那那谢谢小薰的烛台，谢谢。不用太期待，我只是想要练一下而已，没有秀什么，就是练习而已，没有秀啦，不用太期待。拿错了，哎呦，拿错了。谢谢小薰的可爱小兔子，谢谢小薰。现在是我可以送礼物，可爱小兔子不是我，大家可以送我，送我我，送我我。谢谢私人的我，谢谢，谢谢私人送我我。对，我生写真还没发业配文，今天会把照片弄好。我觉得这次的照片蛮可爱的。谢谢小猪的我，谢谢，谢谢大家送我我，谢谢七爷的我，谢谢马尔济的我，谢谢七月的我，谢谢大家送我我哟。看来我是蛮便宜的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是最珍贵的，好吗？我是。独一无二。噔噔噔噔，我们可以期待一些照片。生写真就买得到喽，生写真都700块了。
不是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搞混了。你是日本人吗？等等，等等哦，不对吧？不对吧？不是，是搞混的部分啊。怎么记得有个日本人？这首歌，哎，这首歌已经喜欢，在就是算是我喜欢的歌里面喜欢蛮久的。怎么样？就是一般来说喜欢一首歌是一阵子会喜欢，然后后面就会腻。我啦，我是这样，后面就会腻，然后，但这首歌的期限还蛮久，它的赏味期限还蛮久的。对，嗨，涛涛哥。这首歌的赏味期限蛮久。小轩是新朋友吗？还是旧朋友呢？不知道，还有你有勾勾。谢谢 Rain 的许愿瓶，谢谢 Rain。而且合照卷更棒，可以直接看到我。所以今天就是要练这首歌，但其实我已经有点久没有弹了啊，哈哈，因为有点久没有练，对，就是上这首歌的。你可以啊，不要太丑的都可以。你可以穿的，当然可以啊。不要，你会不会就是去跟别人合照的时候就换掉这样？出坑难题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今天人叫菜单里面有什么？我觉得你们可以参考王一家的现实动态。你们想，如果你们问我的话，我觉得最好的一定是这个。然后我比这个，你们比，我比这个，你们比这个。可是如果你们在拍的那一瞬间偷改的话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可是如果你们在拍的时间偷改的话，我比这个，然后你们就会变这样子，这样子超怪的。好对不起，我好想你。你呢？好对不起。我好想你，
也要倒过来啊。对啦，那也要倒过来。谢谢小雨的我，还有马尔济的烛台，还有勇哥的枫叶。坤坤是推泪姬，还有米娜，勾勾都是浮云，是不是？你去跟泪姬讲讲看，你讲，你用这句话去跟泪姬讲怎么样？你讲这句话跟泪姬说怎么样？tag 我照片的部分，要发文，现在我不一定会看哦。照片的部分就是可以贴文这样子，啊，如果太丑，你来我再跟你说这样子。要发文，不是就是，或是你发了，可能我还没有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其实不一定会看。没有哦，哈哈哈哈。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就是要害羞不敢 take， 那就不要 take 了啊、嗯，那就没有办法。那就是如果你的小偶像没有看到你的，我的臂力还蛮强的。等等，什么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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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臂力蛮强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对啊，我们来丢球，有吗？我很废欸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其实我们现在讲躲避球好了，就是呢，你们不觉得我很厉害吗？我觉得我很厉害，我很厉害呀！而且重点是因为其实我一直对我的躲很有自信，就只有躲的部分啦。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多去留言好吗？大家那个 IG 的部分就是请多去留言好吗？最近留言数有点减少，其实蛮伤心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留言。所以还有就是有点留言数减少，就是有点投资报酬率嘛，发文就不那么常发啊。好，我就是讲躲避球的部分，就是躲避球。其实我一直从小学就是那种都是躲到剩最后一个，就是我都小学玩躲避球都是躲到最后一个这样。然后就是在因为不是两场嘛，然后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不是投资报，就是一个失落感啊，懂吗？不是投资，不是商业的问题，就是一个。形容词，对，这是一个形容词，对，投资报酬是一个形容的方式啦，很多东西都是投资报酬率啊。好，扯得有点太远了，对，不是比两场嘛，然后第一场我被打到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甘心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原本只有要打一场，我原本只有要上一场，但是就是被打到了，就觉得不行哎，不对耶，我应该都是躲到最后一个的，就是有点。不甘心，所以呢，我就继续下一场。所以下一场就是，所以才，对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就是不敢接球，因为我接球就会被打到，所以我很会躲，好可怕哦。然后第二场终于躲到最后一个，这才是我原本的水平好吗？这才是我原本的水平。可是我跟你们说，那个球其实很软，就是不太方便。不太方便丢球，也不太方便接了。没有，那颗球本来就是，那颗球本来就比较软哎，对比小学丢的还要软，是真的。
反正呢，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躲到最后一个了。这一次真的很恐怖，就是不知道哎、欸，就算那颗球很软，就是被打到还是很恐怖。而且这一次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不是就是怎么讲，就是那时候不是剩我一个人嘛，然后剩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以为林杰会跟我一起躲到最后，然后就剩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很慌张，然后我就。就是我那时候直接看不到，我直接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球还在外场嘛，然后我不知道谁拿着球，然后我就很慌张在那边乱跑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。不会，可是其实那个运动会就有点，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个人，就小时候以前的运动会我都不怎么。谢谢。都不怎么喜欢运动会，因为我觉得运动会压力很大。但是这次的运动会让我觉得不是不怎么，我觉得不怎么出众还比较好。就我也没有，我以前运动会也没有很出众，但就是跑大队接力什么的还是会蛮有压力。然后那时候对不太喜欢竞争的，因为压力很大。然后就是这次的运动会让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。运动的很开心哎，就是真的运动的很开心。我以为我会觉得啊压力好大之类的，就结果好像运动会玩还是蛮开心，就运动的很开心。对啊，就是跑接力就压力超大，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小六的时候，我们学校还就是我们那个年级嘛，然后我们班就被派去外面比赛，这样很恐怖哎。命的签到，谢谢。对，我的懒人包，谢阿华，哈哈哈，跑起来很可爱。我以为就是，其实那时候我还蛮担心跑步的，因为我觉得跑步脸一定会很狰狞。哈，可是打到超硬，很痛。对啊，没有那个跑道真的有点太危险了吧。哦，伤害用在这用，我懂。对啊，对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90度，所以你跑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离心力嘛，就是那叫什么啊？就是跑是离心力，对，就是离心力，然后你就会有点跑太远，然后那个接棒的人就是又跟你在不同跑道，然后你要回去就啊。陈嘉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陈嘉真的超好笑的啦！谢谢朱里恩的南瓜馅饼，谢谢。陈嘉真的好笑，但是我看到直接笑，我想说陈嘉在干嘛？对啊，大家受伤要好好去看医生。好，我要来讲两人三角了，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跟一家是那个借物赛跑的两人三角。No, yeah. 啊，今天没有练完的话，就下次再练，练到我觉得 OK 为止。我们现在听歌。对，两人三角就是最后一棒，街舞的最后一棒，可以这么说。大家知道那个吗？我要讲什么？哦，对 ，Billy 出新歌哎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 Billy 是什么 ？Billy Eilish 出新歌哎，好开心哦 ！Billy Eilish 池修也大推，池修的歌大推，真的大推那种。吉他包有点卡住，跟大家说嗨，吉他包跟大家说嗨。对，你知道是田约翰，我是最近才开始听他们的歌，好听。这是歌单。
不是，我是慈修哥，真的啊、哦，真的 amazing， 你懂吗 ？amazing 哦，真的是 amazing 那种哦 ，amazing 那种酷东西，酷东西，最棒的那种。我来吃晚餐，没有吗？什么东西？鲜奶，鲜奶，我是要可可还是麦奶？我要巧克力的，谢谢。那给我吗？给他。真的很赞。啊，对啊，他摔得很惨哎。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。对，我真的是羡慕嫉妒，羡慕嫉妒恨，没有恨啦，羡慕嫉妒。那时候知道的时候，就一直问金燕姐，然后金燕姐就说：“哦，对啊，他们应该遇到哦。”啊，我到时候我一定很生气，会就是，唉，唉，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命运。就是命运啊，就缘分。是金曲之后注意到的，真的是金曲之后注意到，这是宝藏，它真的是宝藏哎、欸！哦哦，天哪！跟大家说，慈修喜欢吃糖醋酱加麦克鸡块，所以我今天吃糖醋酱加麦克鸡块，不是因为它，就是因为就是我纯粹想吃，我原本就喜欢。麦克鸡块，在我还没有认识到慈修的时候，我原本就喜欢吃麦克鸡块，我原本就喜欢吃麦克鸡块了，我原本就是一个顺便追星，开玩笑，我原本就很喜欢吃麦克鸡块了，真的没有在跟大家开玩笑，我原本就非常的爱麦克鸡块，哎、欸，麦克鸡块真的很好吃。哦 ，Pinky， 对啊，但我不喜欢吃 Pinky。对，我是超前部署喜欢吃鸡块、啊。你讲到一半，谢谢吉米的枫叶。麦克鸡块，麦克鸡块，直销鸡块是什么？麦克鸡块。降雨几率吗？等一下如果有随机播放到的话，就听一下啊。没有随机播放的话，我有想到，我再去听。谢谢。喷火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大家让我讲完两个三角吧。那时候其实我们听到街舞的时候，不是街舞啦，就是。那叫什么接力？什么接力啊？妈，那叫什么接力啊？啊？那叫什么接力啊？大家，那叫什么接力？不行，没有办法，这是不同的感受。障碍接力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们那个趣味接力啊？是吗？好像是趣味接力。对，趣味接力，对对对。的时候，那时候是面那个杯人嘛，然后面粉，杯人借物面粉，然后两人三角，谢水水 love， 然后那时候听到那个，哦对啊，你很痛，七七很痛哎、欸，七七的伤很大，七七真的伤很大，七七每次都伤很大，他的膝盖真的很可怜。大家可以去多关心七七。我讲到哪里啊？对，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听到那个街舞的时候，想说，我要去街舞。然后听到两个三角的时候，不要好了，我要去两个三角。然后两个三角，因为我跟一家同桌马上王一家，然后王一家就说，我刚刚也想到你耶。
你会钢铁膝盖？对啊，哦对啊，短发。我想去找他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完全。我偶包，我包很重，我偶包蛮重。我就说，欸，我也想到你耶，我刚刚就想跟你说，这样子 ，yes。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两人三角，那时候我们还蛮难，因为我其实完全没有玩过两人三角，还是其实我玩过。妈妈，我有玩过两人三角吗？好，妈妈也不知道，那就是可能没玩过吧。然后那时候就想说。哦，是啊，对啊，就是台湾国小就是推，哎，大家知道台湾国小是什么吗？推那个球，你知道吗？推那个大球，很大一颗，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推。你知道那个吗？我蛮有印象，玩过那个。日本人有推大球，真的。滚大球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我跟王玉娟，因为我没有玩过嘛，然后他就说可以啦，就我们还在没有那个绑带的时候，我们那边一二，超废，没有绑带到底练什么，超好笑。然后之后拿到绑带之后，我们就在那个休息室里面，我们的休息室蛮大的，休息室在那天休息室真的在，对，就是。我们那时候在练，就是在练了五六次而已吧，然后就把绑带还回去，然后我们就直接上场。然后那哦对，然后那时候上场前，我跟王一佳还在那边怎么办？这怎么绑？然后姐姐绑反，然后怎么办？然后姐姐直接把，因为那个粘的反面嘛，然后她直接把它对折，然后再粘起来，就是反正都可以粘起来啊，都可以啦，很棒哎，体育馆确实很棒。然后我们来绑反，反正就超好笑的啦。我们就那样直接上场了，然后我们跑超快的，哎，我们真的跑超快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你们去看，我们真的跑超快。然后那时候跑，我就跟我跟王一佳说，哎，我们跑超快，然后对，我们跑超快，我们真的跑超快的。你们再去看那个什么高圆觉跟林杰，那什么高圆觉跟林杰在 Hello， 那时候我跟王一佳嘛，对，我跟王一佳就在上面看高圆觉跟林杰，旁边还有谁我忘记了。然后说他们在干嘛啦？这样，超好笑。林杰跟高圆真的在开玩笑哎，他们很闹。大家一定要去看我跟王一佳默契有多好，我们真的跑超快的。大家有看我们跑多快吗？对啊，结果还赢，超好笑的。法法超给力耶，法法超给力。对啊，法法超给力的。为什么要旁边？因为我刘海太长。保密，大家记得去买生写真哦。
现在马尔济分享直播间。那你问问看，你问问看，你可以问问看，我看什么叫有技术性的问法。想看什么叫有技术性的问法。你也蛮期待的，什么？你说有，你说公式头吗？啊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之余记得要去买很正坏根，吹雪针哦，吹雪针，哎，有技术性的提问啊 ，F 不期待我的公式走是不是 ？F。买，你说的、哦、阿哲，你说的、哦，买起来哦。请问，都问。感受到了吗？他会刺到哦。请问对自己未来想有什么参考艺人或杂志吗？哦，这握法还不错哎。还有技术了，那我没有回答的意思。还不错哎，承认你很会问哎。回来一次吗？不可能。今天我很成熟吗？口红颜色跟刘海吧。我口红颜色今天比较深一点。如果真的剪，感觉会剪到极限再短一点。你说我吗？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但如果我看到你那样问的话，我会说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真的，就是如果，就是我，如果是还没什么都还不知道，然后看到的时候就说嗯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现在还想不太到这样，或是某前辈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参考某前辈的照片，下礼拜再跟大家说，下礼拜吧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或是下礼拜，或是下礼拜 ，I don't know。大家记得要去买深写真，还有合照卷哦。
三血针，买起来好不好？三血针，运动服那一组也很神，你是说闪亮亮衣服吗？哎、欸，大家知道啦啦队，大家知道我们的颜色是用抢的吗？就是我们那个，不是大家颜色都不一样吗？知道，就是那颜色是原本就有几个，然后那时候不是半夜吧？哦，可能他们是半夜，是品牌说，我不知道谁说，可能背后上都是用抢，都是用抢，超好笑。有啊。我原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原本就看那个颜色，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什么颜色。但其实有些听说，就是大家应该都会选什么颜色，像是粉红、香槟粉啊、香槟金啊、天空蓝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分配啊，然后再去抢那些分配完。然后就不想跟大家穿一样，但其实就件数都那几件，不是每一组就是每一件都有限制数量这样。我号码是8月6号，对。然后我跟你们说我是第一个留言的，我觉得我超猛的。86是因为生日，没错，8月6号，所以选86。但是大家知道林杰的数字吗？林杰是他的出生年月日加在一起，我觉得。那样蛮好的，因为我发现我的加在一起好像是2004嘛，2+4+8+6，所以这样就是20哎，就感觉好像20也不错，但已经来不及，我已经写8月6号。我觉得林杰那样的方式很就是比较有一个小秘密的感觉，哈哈哈，对啊。然后原本那时候就想要选哦小巧思，对不对？我原本就想要选红色，然后我就是那时候还在选之前吧，然后我还跟柏林讲电话，然后我就说，我们等一下几点几点就要升到正王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说，我忘记我们那是边讲电话边打还是彩节吗？那也很好笑啊，很可爱啊，那也不错啊。很棒啊，它赋予那个数字意义也是不错的吧。蛮想的蛮想的。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抢完，然后我就打电话说我抢到了，说耶我也抢到了。然后那时候我是第一个他是第二个，超好笑。那时候我是第一个，然后柏林是第二个。超好笑的。红色吗？对啊。我就觉得红色一定很好看，而且大家都说红色很适合我，耶！团员说红色很适合我，开心开心。没有没有，那时候没有人干嘛要跟李明抢林？就是如果别人觉得这数字没有意义的话，其实就不用去跟他抢，不用为了抢而抢。显眼吗？谢谢。还是因为你们喜欢我，所以才觉得我显眼。谢谢大家觉得我显眼。对啊。哦，真的。谢谢 Mary 的 kiss 啾啾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有吧？哦，我想起来，佳丽啊，佳丽其实想要跟七七抢七七，大家知道什么？因为是娜娜，娜娜请的。
然后那时候在后台的时候，七七还在那边，你看，他还在跟佳丽说，哎、欸，你看娜娜，超好笑的，超好笑的，很有趣、啊。就还在嘲讽，超坏的、欸，超好笑。当然是开玩笑的那种，开玩笑的那种。很好笑。组不是表演了那个吗？冷休息。然后因为我已经很久，真的很久没有表演休息了嘛。然后，而且在哦，反正那时候休息的位置我很喜欢。就一开始 TTP 那时候刚发，就是休息 TTP Festival 的那个附录曲。反正就这样，然后。就很久没有跳了，然后那时候就听到他们在跳的时候，看到就是彩排的时候看到他们在热，好想跳，就是各种回忆，各种回忆，真的是各种回忆耶，就是我现在播一下好了，那我要吃薯条，希望最近可以跳到，希望可以跳到最近，希望能再跳一次。我都还记得那个洞跳舞洞，真的很久，大概有一年嘛，那个很久，就是还没分组的 mini concert， 够久吧？因为是草组的歌，选去了就是因为那是草组的歌，所以就选去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时候我最觉得很恐怖的是有一个动作，我想起我以前跳了一个动作，有我的声音在这里，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，但其实有一阵子有点害怕这首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反正就是验收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就是我三单的影片的时候不是哭了吗？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讲错忘词，就是那时候唱那首歌好忘词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惧怕这首歌。然后到现在啊，就是突然听到觉得啊好怀念，对。就是那时候就是惧怕这首歌，因为那时候就唱这首歌嘛，然后就忘词了，我就开始没有办法正视这首歌。哇，有一种要哭的感觉哦，很微弱，很微弱，所以我不会哭。哇。淋了泪滴，下着大雨，要多久才可
天气，还是对你的那么熟悉。永战不畏艰，还没，我在吃，但是就是休息一下。对啊，好可怕哦！就是各种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怀念的感觉吗？各种感觉。Only Today 倒还好，因为 Only Today 我没有跳。就这首真的，而且这首我又很，就是又还蛮前面的，就觉得啊，那时候的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努力，当然现在也是很努力啊。就是想尽各种办法的那种。对。不至于把我想起。吃啊，都可以吃。个人的结局，要继续。还是对你的那么熟悉，就算悲伤怎么莫名在这无处可退，这个我唱的耶，这边我还记得我这个动作，就是射飞射那个四角形的那个，然后跟不知道忘记是谁对射，那时候舞蹈动作，对。心不在平静，这份命运早已注定。大家记得这个吗？我那时候就想到我跳这个动作，觉得我怎么还没忘记？就是身体记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记得这个动作。大家知道这个动作吗？注定，还是反正就是一个。还是对你的那些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这种回忆的东西就是偶尔偶尔听一下才会有回忆的感觉。这首歌真的很棒。回想一下，我是被粉丝，谢谢谢谢。在户外的枫叶，谢谢阿 Q 啊，应援棒。谢柠檬的馅饼。早上鬼月小舅，我你好像没看过原本的修行组，你觉得太可惜，真的太可惜了，没有看过原本的太可惜了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努力，到现在很努力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努力换来的，当然还是有运气成分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努力一定也是好吧，好的。当然还是要更努力，不会说这种话就觉得哦，我很狗了，没有，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谢谢水水看好我。麦克风真的好吃。我真的觉得那个动作是经典的。经典，这都是经典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你记得这是我的经典动作。
这不是赞赞好吗？阿华，这是打勾勾的意思。不是这么喜欢，就是大家不觉得这首饰很棒吗？天哪，大家是一个打勾勾哎，跟你们打勾勾哎，小心，对吧？对吧？这是小心，言情是小心。我不喜欢看蜡笔小新，
我不喜欢看蜡笔小新。啊、哦，男生都喜欢银座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们对银座没什么感想哎、欸，我对银座真的没什么感想。等一下，让我讲完。你说银座吗？银座是梦想，笑死！谢谢 Miss Love， 谢谢。梦想，超好笑哎、欸！不行啊，梦想真的超好笑。无关紧要的部分，无关紧要的阿华。好，我先讲一下，就是那个，我觉得义勇真的是很深得我心哦。我就是义勇，不是被蝴蝶人说，就是你被讨人厌嘛，就是可是义勇，我真的觉得义勇是一个很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深得我心的角色，就是反正我很喜欢他，可是为什么要喜欢他？就是又要爆雷的部分了嘛，又要爆雷的部分。大家会想知道为什么喜欢他？大家会想知道吗？可是我蛮想分享的。我想分享，我先讲为什么我觉得他很可爱的地方，就是他有一段是炭治郎就跟义勇说，就是义勇那时候在跟哪一个柱挥木刀，就是挥练习，我忘记是哪个柱，是哪个柱啊？大家记得吗？大家有记得那个场景吗？我忘记是跟哪个柱，然后在挥木刀，就是在练习这样，在做准备，在练习。然后那时候探长就是找义勇，然后探长就不是霞柱，米索在 no no 哎、欸，米索 no no， 米索出镜了，米索，米索在 no no 哎、欸，米索。讲到一半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是谁？小浩有一个，然后喜欢吃，是喜欢吃一个饼，就是那种绝饼，对，就是软软的那种点心，日本那种软软的点心在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义勇不是不被大家喜欢吗？不被住门喜欢。谢谢北人的南瓜馅饼，谢谢北人，是北人吗？对啊，大家有受伤的脚还好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反正那时候他刚跟那个人练习完嘛，但是因为柱不太喜欢他，我忘记是谁，大家知道那是哪个柱吗？我以为大家会给我答案，结果大家好像都不知道。那蛮后面的。封住是哪一个？等一下，不死川，哦，好像是封住。对。然后那时候他就在跟他练习木剑，然后因为不死川喜欢吃绝饼还是什么的，应该是不死川啊，不是就是反正是某一个柱。男生住这样，然后义勇就是探长就在跟义勇说吧吧吧吧，然后探长就跟就是好像讲到就是不知道讲到什么了，反正那时候探长就跟义勇说哦，不死川先生喜欢吃那个饼哦，然后义勇就说那下次我把那个饼放在雨之里面好了，超可爱。就是他就说他现在都要把那雨放在外，就是外套类似外，就是雨织吧，那个东西里面再拿给他好了，然后还画出那个图，超可爱，有点疯狂，过度疯狂了，超可爱，超可爱。
那时候我真的太可爱了吧，过度疯狂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跟他 say sorry。 他真的太可爱了，那段真的太可爱了。嗯，就很可爱啊，不是很贴心，是很可爱。就他为了要修复跟大家的关系，然后他可以，他把那个东西放在里面，然后还拿出来，就说：“那我现在就把它给他了。”不会只有义勇这样做会得到我喜爱哦，义勇是义勇。可是大家不是不能带食物吗？我知道大家是在开玩笑。好，大家同意大家的玩笑。会哦会哦，我会喜欢哦，只要可爱的我都喜欢，好不好？米嫂你在讲什么？米嫂，然后为什么会喜欢吴一郎？是原本在祝贺会议的时候，就是吴一郎不是你首先不要，吴一郎就是我最近我没有，我最近动画荒，大家可以推荐我一下。对，他就是那个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直接被萌到，想说怎么可以有人这么可爱啊？然后我就有点被他吸引，但是最被吸引的还是义勇。对啊，很可爱。然后到最后，对啊，他就看着天空，然后就在发呆，然后想说那只鸟叫什么。好，我把米手变掉。哦，可是那个不是还没，那个柏林也有推耶。反正那不是还没完结吗？哦，虽然鬼灭也还没完结啦，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原本只是看动漫是，就是没有完结我就不看这样，结果就是鬼灭打破了我这个规则。没办法，鬼灭真的太好看了，大家这个大推，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有空的话，可以去看鬼灭，很好看。我到哪里？对对对，然后无氧之后，他就去修刀嘛。到修刀那边，我对他就是还是没什么感觉，就是微微的觉得他很可爱这样。然后到就是他想，就是他想起他的，我看完了，我就是到他想起他之前的事情的时候，然后他嘴巴就变得超级坏，就是他跟那个鬼在打斗的时候。他也在那边跟鬼讲话，然后觉得天哪，吴一郎讲话也太棒了吧！然后我就蛮喜欢吴一郎这样。然后到最后就是探长去住就久住训练的时候，然后吴一郎就对探长特别友善，就觉得天哪好可爱。但结果呢，吴一郎就是好可怜，他真的好可怜，他伤得很惨哎，他伤得很惨。我们俩伤得很惨，没有，哎，是六吗？那时候不是五吗？虎哎，是那只虎。而且，对，我吃麦当当。不是六，不是六，不是六，六是六，不是在温泉，六不是在刀匠那边，六是在哦，流浪神探哦，我有看第一集，但是我没有很喜欢那个画，就是我就还好，很喜欢六啊，六很可怜，就其实我觉得对花街。大家是就是没有看就听不懂，不好意思，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。但是就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很好看，就算看完漫画，还是会想要，就是因为我看完漫画，但就是如果还出了
我一定还是会继续看，看你可以听听我们爆雷，不然就没有办法。嗯，就不管出几季我都会看的那种。对啊，当然比较推动画。嗯，我不喜欢哦，但是我跟大家说我最近的兴趣是画鬼，画鬼面，就是因为我比较擅长看着一个东西画那个东西。我最近的兴趣是画里面的鬼，很奇怪吗？我旁边准备了笔跟纸，原本还想要来画的，但想说算了。我就是看，我想要画那种长得很，可是我喜欢画的鬼是那种不是人形的鬼，就不是无常或是梦魇的那种鬼，或是不是上山那种。我喜欢画的是不是人形的鬼这样子，你懂吗？像是就是很多只手那个在紫藤花，上一好穿，哪有上一很恐怖，被大哥砍头的那种。对对对，有啊，啊，你手 no no 哎，有啊，就是炭治郎那时候最初选拔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可怕的。很奇怪吗？我原本还想自己画鬼，结果画出来超可爱，我直接不懂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个湖哦，对啊，可是那个湖，我觉得就是上旋六里面，我觉得那不算好不好？那个不算人形。上旋六里面，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个天狗，还好吧？我觉得玉虎没有长得那么惊吓、啊，我没有喜欢啦，就是我喜欢画，我还是喜欢。我也是，我看完了，不叫爆雷，谢谢。我看完了，不算爆雷哦，不用这样子了。我觉得最恐怖的是那个天狗，不行耶，小蜘蛛我不行，小蜘蛛超恶的啦，小蜘蛛超恶。可是我觉得那边很好看耶，就是他们进蜘蛛山那边，对，本体天狗本体，就他的喜怒哀乐还好，但是他的本体就是有点吓到我，他的本体有点吓到我。因为那时候我以为不算好不好，长得还要可爱，超可怕的，开玩笑。可是我觉得善意很好笑，因为善意不是被堵到嘛，他的手就变小，超好笑的。但很多人喜欢善意，但我没有 get 到善意，我反而比较 get 到伊诺西西。欸，我觉得伊诺西西的发音很可爱，伊诺西西，伊诺西西就是可爱的日文啊，伊诺西西，伊诺西西，很可爱。伊诺西西，谢怀怀的告白气球，谢怀怀，谢谢。我没看过这个，没有。伊诺西西很可爱耶，而且伊诺西西真的跟柏林好像，我一眼都发现真的跟他好像。伊诺西西真的很可爱，好喜欢伊诺西西哦，伊诺西西超可爱的，这是赞美。你们知道伊诺西西把头套拿下来超美的吗？超正，超可爱。谢虎尾的枫叶，这是代沟吗？应该也不算了，就只是我没看而已。
谢谢谢谢，很恐怖哎，躲到最后一个真的是，蛮恐怖的。谢谢水水花之精粹。你都其实超可爱，好不好？有吗？那时候我应该在说很恐怖，我那一整场都在跟觉得说很恐怖。你那洗左右眼睛不对焦，什么意思？真的假的？是吗？是吗？可是你那洗长得很正哎，你那洗就长得很好看。哦，猪头又不是，有点脱妆，哪有啊？超可爱，那就是他可爱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超可爱，那其实超可爱的，我觉得可以哦。我是小小子，对啊，不想上课，你上课上好久、哦。哎呀，阿姨，你都是超可爱的。还自行选择。应该可以吧，就不要太夸张。我不知道，大家知道吗？我是说，就不是你上课时间，是你上课的时间，持续上课的时间，懂吗？就是，懂。拿进去应该偏难，哦，理论上不行，是不是？谢谢各位解答。手上要不要有东西？赞哦赞哦，大家都很知道游戏规则，赞赞赞赞。哎，我跟大家说，就是一家喜欢彼得赞，一家喜欢降比赞，我也不是很懂啦，就是他最近比赞都降比，我也不是那么理解。喝不到，有什么不同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他喜欢这样比啊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是很懂，他喜欢这样，就是一定要这样，差很多啊！哈，我真的就不喜欢了，笑死！你看到了吗？他今天刚好想这样子。哦，布丁，哈哈，布丁就是这样啊，不一样。你们要站起来是不是？不准站哦，我这台不给站的、哦，站就给 ban。差很多，我是说，邪教是不是？我就是邪教啊，怎么样？就跟薄巧派是一样的道理啊，就是有东，我知道大家是在开玩笑啦，就是但是还是要正经的讲一下，我知道大家在开玩笑，我不是针对这件事情讲，就是很多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东西，就大家好像会因为观点不同，所以去攻击那些，我不是在说这件事情哦，我是在说。很大范围的东西，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好像会因为跟自己的观点不同，就去否认他、攻击他或是伤害他。但是
就是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很不必要，很不需要，就是像是高矮胖瘦这件事情也是很主观啦，只不过是因为大众的主观都觉得瘦比较好看，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我不是在讲这个，大家可以认真听，大家可以认真听吗？就算有些是玩笑，如果你觉得那是玩笑，但是你的言语过激了，但你觉得那还是玩笑的话，那其实也算是一种攻击，有时候。就是，对，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事，因为你主观的觉得，哦，我讲话讲那样子是在开玩笑，但其实如果那件事情在别人的眼中听起来的话，如果别人觉得哦有点过激了，就是其实那不是在开玩笑，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在开玩笑，但你还是觉得没有啊，我只是在开玩笑啊，那这样子是别人的错吗？也不是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世界是需要再更友善一点，就是不需要因为一件，就是因为别人的不同或是自己的主观而去伤害他人。看吧，就像你说这句话，但我觉得这句话啊好像不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你就传了这个表情符号，对吧？这就是主观的不同啊，就是有你说不用太在意或是开玩笑，但是你的开玩笑可能就是别人就受伤了，有可能别人就因为你的开玩笑受伤了，所以这就是每个人，这就是说话的艺术，就是大家要去学习说话的艺术，不是说哦你觉得这是开玩笑的，所以你就可以一直讲，就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吧，不是说我说的话是那么容易理解，而是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你的话在，对，你不知道你的话在别人的观念里是怎么样去理解，你不能期待别人用你期待的方式去理解他。当然我还是很不足，所以我也还在学习，大家加油，我先加油我先加油。他主观对你是错的部分吗？马上提醒，要看状况吧，有些时候不是能马上提醒的，就不能马上提醒的，如果你马上提醒可能他就不能接受了，那他不能接受你提醒了不是更糟糕吗？就这件事情的处理，就直接这件事情的善后方式就直接没有，对啊，就是你不能期待你这样子开玩笑他会觉得是开玩笑，除非你真的跟他很熟，但是其实你说不用那么在意，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说哦你不要那么在意啦，就能不在意的事情，如果世界上的事情能说哎你不要那么在意啦，那就不在意的话，那也太轻松了吧，那也太美好了吧，那就是非常轻松的活着，这样很棒哎、欸！就是如果可以说，哦，我不在意了，就真的不在意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对，这也是要学习的东西，这个部分也是要学习的东西，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，我还很多，对，我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对，对，很多人会这样。
对啊，对。对，有些时候不是觉得你跟他很熟，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这个可以拿我跟一家来举个例子，像是有时候我会跟一家开玩笑，但因为一家的个性很好嘛，就他真的很包容我，然后但是我自己也会拿捏到，我就会问他说，哎，这样子讲你会生气吗之类的，他就会说，他可能有时候是有一点，然后是说哦不会，那我就知道，那我以后就是如果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就不要这样子跟他讲话，不然他会不舒服，对吧？人和人相处只是就是为了有一份良好的联系吗？良好的关系。谢喽，米索，你的签书记好了，谢喽，哈哈，我已经做完麦克几块了。对，有些时候真的不是你觉得，哦，我是在开玩笑，但是，就是你如果抱着你是在开玩笑的，现在讲这些话，有时候其实你讲的话会伤害到别人。不熟啊，好，我讲完了，到此结束，希望大家有吸收进去，没有吸收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大家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式。讲话很沉重吗？我是觉得还好啦，只是这个话题比较深奥一点，比较需要思考一点，可能就变成沉重了吧。大家可以加油啊！风格跳很快吗？听不下就可以转台哦。没有很，也不是不是不在乎，而是说不喜欢逼迫大家，而且逼迫大家也不一定喜欢，而且逼迫了大家也不会去听。也不是说逼迫了不会去听啦，就是逼迫了大家啊不想听就是不会听嘛，人就是。就是选择自己想听的事情，对吧？就虽然说很多事情就是，对，好，哈哈，这段不听不行。可以听懂，刚不是听懂啊，就是听懂，有点上对下，没有到上对，就是理解我刚在讲什么。哦，对，动画的光头蜘蛛很可爱。有没有三刷哦？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我也在思考，但是呢。没有人要跟我去三刷，还是我带妈妈去三刷、啊？去看 IMAX。希望大家讲话多一点尊重，多一点包容，多一点友善，好吗？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友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还不够友善的话，那就是。需要更多的友善呢、啊，对吧？不能纯纯的就是抱怨的事，不行啊！博文已经看不到几百遍了，越来越甜美，谢谢你，谢谢宋男子，谢谢。
可是电影没你爱的角色干嘛三刷？哎，我已经二刷了，我跟一家像姐妹，谢谢，我比较白。然后一家如果在我旁边，他就会说林尊重，他就跟我说林尊重。一家嘛，但一家可以接受这个部分啦。一家感觉就不喜欢，也不会吧？一家其实能接受的东西很多。他会开玩笑说林尊重，然后我就会说还好啦。我已经预想到我们会讲什么。我跟你们说，一家不是生日吗？就我那天想到他生日的时候，我想说太快了吧，我不是才刚写完一篇文吗？我不是才刚送他生日礼物吗？嗯，我就是直接困惑哎、欸，有海报呢，18岁就这样没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觉得一家？不是、啊，就是。我已经很，我之前就送了啦，开什么玩笑？只是就觉得，我不是才刚送完吗？透明的月不能还不给拿，好想要，好想要义勇的海报。义勇什么时候可以当主角啊？可以每个柱的故事都出一个电影吗？这样子我就可以有义勇的海报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应该会吧，会贴在床头。吴一郎就是小孩子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反正讲一郎讲到吴一郎，就是小孩子啊。一郎有好不好？不是说能不在就不在的，这件事情真的，嗯，你想象一个人跟你说，哦，我是一个讲话很跳痛的人，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去问，最直接应该是王一家，就是我有时候话题讲一讲，然后就讲到，哎、欸，刚刚我不会说刚刚，我连刚刚我就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就说等等，我们你在讲什么之类的这种，超好笑。对，我现在要回到那个话题了，就是。就是你可以先想象，如果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事情，就是你跟别人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如果别人跟你讲这句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样子，你可以先想想这个部分，你就会，我觉得就会改善很多吧。不如你这样子跟别人讲话，那别人这样子跟你讲话，你的感受会是什么？这样子应该就会，不是说。什么需要改善？不是说你们需要改善或什么，就是如果想要我自己啦，我自己会觉得哦，我好像可以再更进步哦，什么什么的，所以我就会这样子，就跟别人的互动可能会更好，这样子。对，大家可以参考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同理心，同理，对对对，同理心，谢谢你啊，同理心。对啊，高音提琴，你好，你好，祖祖的高音提琴，你好。Yeah.
算你不会改，我想说，我还是可以说啊，就只是一个参考，我还是可以说啊，就是大家可以参考，大家可以不要听，但是我还是可以讲啊，我还是想讲，所以我讲，而且我也不是讲什么很极端的事情。大家可以不参考啊，大家也可以参考，大家也可以不要参考，大家可以听也可以不要听，大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，对吧？但我想讲，所以我讲了。我带着希望这世界会更幸福美满的心唱出来的。哎呦，叫了。秘书的喝茶，谢谢怀的抱抱，谢谢。目标是当世界和平大使，没有啊，没那么没有，还有点太远，还很太远，太远太远。你要多晚，这不晚，留得下自知。还没，和平奖不远。不行，太看得起我了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开玩笑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可爱的开玩笑。哎，你们有吃过辣条吗？我最近就是尝试到这个东西。你要找什么？就是一种零食，还是买得到啦，网络上吧。我最近就是吃到了，然后就想说，有点微妙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今天吃，然后就是。因为它是一条嘛，然后它就是面粉类，它就是面粉类，然后面粉类，然后对，就是它就是一个，它就是淀粉，对对，它就是淀粉，然后它就做成一条长条形，然后里面会有一堆辣油，辣的叭叭叭叭叭这样，反正就是超不健康的东西。大家如果想不健康的话可以去吃，大家如果想要增肥应该可以去吃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今天就吃了，就是。微妙哎、欸，就是很难想象会有人会一直吃这个东西，一直吃哦，就是不是说喜欢，就是喜欢一定是有人会喜欢，但是就是一直吃的部分，我觉得很难以理解，因为你那一个东西你咬下去，它就会喷一口油出来，我想说什么东西啊，就是因为你咬下去就会感受到油直接喷出来哦，就是真的是油，就是油啊，然后。就直接喷出来，那时候我想说，对，而且那个油没有很辣，我自己觉得没有很辣啦，就是直接喷出来，然后你又在咬淀粉，所以吃起来是罪恶感超级重那种哦，就有点吓到，就是喷油的部分有点吓到，
因为就是它真的是会喷油，我自己吃的时候就是直接这样，我就等等，它直接到我嘴巴里面这样子。泰国那个应该不是辣条，泰国那个应该是鱿鱼粑粑之类的。对，也是啦，米草不会有罪恶感啦，开玩笑的啦。这样子，然后我要问说 ，Miso 你会生气吗 ？Miso， 就是真的就是直接噗嗤哎，就那个油直接，怎么油，怎么那么多？你要生气喽！不是我的，是朋友的。可是我觉得泰国的鱿鱼很好吃，哎，真的真的，它就是直接，所以你是祖竹的粉丝，祖竹的粉丝有粉丝名吗？祖竹的粉丝的头贴怎么会是蔡雅恒？而且还是蛮崩的菜呀，跟小豆皮不太一样，他又更罪恶一点。祖祖叫我中可爱，然后就他就说，哎，那中可爱要当谁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他说那中可爱就是你好了，然后我就变成中可爱。可是之后他就是最近他还是有叫吧，忘记应该有吧，没记错的话就是运动会也有叫的样子，忘了。中可爱只有祖祖可以叫，大家叫我超级可爱，谢喽谢喽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。这首好好听哦，跟大家推荐一下。我也是第一次听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它叫《冰山》，是四支笔的歌。它冷门到没有人写歌词，认养歌词的。祖祖那么大的小孩，祖祖的小可爱是品涵，就登到了，谢喽。就是它叫冰山的四支笔，
有哦。但我最近有在想要改掉，还在思考当中。这首也很好听啊，而且它的歌词很棒。因为我在看歌词，我看一下这首叫什么。哎呦，这首叫做《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》，有点消极，但是我觉得好听，好听就推。好听就推起来，再给我推起来。我在想要不要补口红，但好像这样看起来也蛮红的，这样吗？我的红豆在哪里？那没关系吧。对啊，我还有15分钟，还有14分钟。番茄酱也太好笑了一点。番茄酱。糖醋酱很好吃，对，大家合照三鞋买起来，大家那个三鞋真，请指定我，三鞋真，请指定我，糖醋酱也一个哈喽，你们这群直男，no no 哎，糖醋酱不能当演。大饼啊，好像还差不多一点哦，还没，今天或明天会发，对，今天或明天会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当然不看还是要指定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次的很可爱，非常的 very cute， OK， 我现在台式英文，对啊，三写剩3天哦，大家。
直男才不会说眼影之类是，那直男会说什么？那直男会说什么？糖醋酱眼影真的很可怕、欸。我没想到我还有冰没有吃，我要去拿我的冰。啊，我的吉他！涂什么都可爱，好好笑，好好笑哦！等一下，好好笑。你的吉他有没有哎、欸？阿正，阿正什么意思？阿正，等一下硬掉了。我吉他没有名字，他直接堵住。好笑，好冰哦，好冰哦，我不行，太冰了。对啊，这是永熙的，不帮他取一个名字吗？目前还不想，就是冰啊。突然想给茄子100分，笑死。那你要不要给瑞婷超过100分？阿正给瑞婷200分，阿正给瑞婷满分100，给200，这样。懒，反正他可以了，他慢慢融化还是可以了。没，我250分，满分100分，我250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米索大概，米索，我不知道，米索几分。我不知道米索几分呢、欸，哈哈哈。520分，很会很会，好冰哦！你好四川的整，哇，其实你很会计算的、欸，好笑哦！天哪，你们这群有趣的灵魂，可以再更有趣一点，真的可以再更有趣一点。哦，米索60分，米索有及格哦，要来，米索有及格，米索有及格，好好笑哦，茄子好好笑，茄子100分，茄子100分，茄子100分，好冰哦！太冰了吧 ！Oh my！想吃冰，喝到了什么 pose 吗？万年不变这个，我是这个，你们是这个，耶、yeah ！我是耶、yeah ，耶、yeah、很棒哎、欸！我是兔子，耶、yeah、很棒哎、欸！觉得耶很棒啊，耶、yeah ，耶很棒哎、欸！超恶的，超恶的啊，超恶的！还有什么？你们可以去参考王一家的。你们可以参考王一家，然后跟我说王一家的要怎么。没有爱心能选吗？耶、yeah! ，还好吧，耶、yeah, 还好，耶、yeah, 耶、yeah. ，OK， 还好吧，这个还好吧。耶、yeah, 反而比较稀有哎，对吧？大家都没有想到耶、yeah, 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是最平凡普通的耶，耶、yeah! yeah, 很棒，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子。
你讲我可以，可以啊。我觉得这个很棒啊，我是这个，你们是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很棒，大家，我觉得一定要拍这个，大推，大推这个。耶，或是耶，耶。你要这个是不是不行啊？因为这是我的。真的有人会踩会吧？你要这个是不是？不可能，米手，不可能，因为我要这个。正常来说应该我比，哦，我就不正常啊，因为我为什么要被你们拒绝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米手？你说是米手要比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我干嘛要被你们拒绝啦？你们要拒绝我就不要来参加合唱会了。奇怪耶，奇怪耶，大家很奇怪耶。韩国爱情可以啊，这也可以啊，都好，不要太奇怪都好啊。如果你们，对，我知道你们在开玩笑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你们在开玩笑。好，但我觉得这样还是很奇怪啊，就是很奇怪啊。哪有人会喜欢？哪有人会想要拒绝自己喜欢的人？即便是开玩笑。不行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本来就是啊，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不太好。前几天睡觉的时候抽筋了，怎么抽筋的？你要是就是详细说明怎么抽筋的，这样才有效的。就是，即便你想一下哦，如果你对我看一下是谁跟谁，我看看，国顺阿华，你跟品涵说被品涵被拒绝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忘记了。可以拒绝品涵的机会难得，可以拒绝小迪的机会难得。然后你直接在他们前面听。即便是开玩笑，还是会不太好吧？我的口红真的要没有了。我的口红真的要没有了，我的口红勒怎么不见了？啊哦啊哦，还有四分钟，还有四分钟，有懂吗？就是这是一个现象，但这个现象不能明讲。对，对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酷酷哦，像咪手乐舞，不用补了。可是这样子不会不好看吗？就是因为，但是你们懂吗？就是你们因为被你最喜欢的那个，那你们来跟。你们不是最喜欢的那个人讲这种话，那你们期待他不拒绝你们，这样子其实也不太合理啊。为什么那些你最喜欢的就可以拒绝，那你比较没有那么推的，懂吗？就是如果被嘴到体无完肤的话，可能也可以想一下自己的讲话方式之类的啊。可能是你讲出的话让他们回的东西只会想到是这些，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
先不要啦，我没有想要嘴大家啦。谢怀乐，这样有拒绝吗？我说谢谢怀的乐福，这样有拒绝吗？大概懂了，懂吗？就是懂吗？懂吗？这是一个现象，这是一个现象，不是你们，是真的，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。不是啦，就我也没有说你们想他们没有不能拒绝，而是就是应该说就是他们拒绝，可能你们的反应会不像对他们的反应这样，有懂吗？就是反应是不一样的，而不是说不能拒绝啦。这个是我自己讲话没有想得很好，对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也不是这样啦，这也不是这样啦，这请拒绝我。好哟，咪嗦，你躺在床上滑手机姿势太奇怪，然后左腰抽筋，是有多奇怪可以左腰抽筋啦？是有多奇怪？哎，可是我发现那个可爱小兔子其实长得没有很可爱哦，没有长得很可爱。谢柠檬的馅饼，谢谢阿 Ken Love， 谢华的 Love， 谢谢小猪的 Kiss 猪猪，谢小猪的我，谢小，这是一个现象，而不是说，哎、欸，我答应你啊，我说好、欸，哎，我说好哟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拒绝你啊，我没有说不要，我说好哟，这样不算拒绝吧 ？Miso， 这是一个，懂吗？懂吗？你很少抽筋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是？你到底是姿势有多奇怪可以抽筋？是翻跟斗在那边滑是不是这样？你们都比赞，好啊阿正，都好阿正，大家不要太奇怪都好，不要让我比这个都好，不是说这个不好，而是就如果你比这个跟这个。这样就可以，但如果你比这个比这个就不行。如果是我比这个，然后你比这个就 OK 哦，就是歪歪的。那可能就是你有点钙不足，可能要多喝牛奶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要关了 ，Ring， 我要关了。那上面写暴走小兔子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钙不足。真的有懂吗？没关系啊，不懂没关系，就是，那这样子就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这样子跟大家讲，不要再去别的团员那边这样子就。不敢喝怎么办？牛奶吗？那你就吃钙片。嗯。哦，赶上结束，很棒很棒，这次还要回来。好啦，我要来念榜了。我今天我看一下。我今天从第三名开始念，第三名是 Miso， 谢谢 Miso。第二名是 Ring， 谢谢 Ring。第一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好，结果 Miso 真的上榜嘞！哦哦，大家 Miso 真的上榜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哦哦了，没有了。Miso 上榜很棒啊，很棒啊！但其实我发现好像也不太需要榜，是吧？大家可以去买生鞋哦，你厉害吧？还好，请夸我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哟！你总是喜欢他华哥，桃花哥这时候才蹦出一句“米索无需理会”。桃花哥，桃花哥，桃花哥是米索存在才会存在吗？桃花哥。瑞婷姑丈，耶！阿正姑丈，
好，大家可以指定动作，但是我发现也是不太需要绑的、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米手说你就骂，不行啊，太好笑了吧？这算是另类 CP 吗？米瓦 CP， 他有哥这样会不会生气、啊？感觉他有哥，感觉他有哥不想跟米手组 CP。他老哥真的很严格，他老哥那里刚怎么都没有讲话、啊，米手在那边，塔五哥是谁？塔五哥是谁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他老哥开玩笑的。好，大家是有要指定动作的意思吗？没有指定动作的话，我要换台了哟。他老哥在忙哦，他老哥在 restaurant。是 restaurant， 我不知道他有个在工作什么。你少滚！还在忙 ring 吗？那要吗？你可以简单的回复要或不要哦。超害怕的。等一下，米索跟怀怀，你觉得最开心？一二三四五，好。怀怀，还有 Rain 在忙，只剩八人有空，不行了，笑死！好哟，谢谢怀怀跟 Rain， 也谢谢迷途。不行了，我真的太好笑。不行啊，好笑。你们两个都在互动，很棒哦！好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今天呢看得开心，一周也过得顺顺利利。那我们就，哦对对对，然后孙雪珍剩三天啦，记得要指定我，指定瑞婷。然后合照会呢，也麻烦大家，就是不是合照会也要大家去买合照券，跟我。拍照或是玩游戏，记得要指定我哟。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面见，拜拜。